牛蛙练的确实可以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乌辣辣。今儿我们找了一个成都特别好吃的牛蛙 ，Let's go。哎，大爷，我问一下，这附近有一个牛蛙店怎么走？就从这里过去，里面准备一个餐。好嘞，谢谢啊，特别的棒啊，在一个小区里头。对，有预定，牛蛙已经做了是吧？衣服我加麦，好像特别尴尬。林志玲给我打电话，喂，志玲，我没有宽带，我没有地方装，对不起，我5G挺快的。可不可以合照？可以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家？知道的人比较少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大家的宝藏小店又被我找到。哇，特别的棒。怎么打？微辣、特辣、中辣。特辣，然后用这个蘸起来吃。是不是？他们就是带了啥？保命的牛奶，耗儿鱼、大牛啊，好吃，特别香，辣度 OK。我这个吃辣已经进化了。来，花椒走一走，成都火锅的灵魂。雷哥都是成都火锅的灵魂伴侣，朝天椒。我主要今天是来吃牛蛙的，我怕辣椒吃多了不饿。好辣，这牛蛙练的确实可以啊。掏耳鱼，特别嫩，几乎没有刺，跟吃带鱼差不多。这是刚那姑娘提醒我加的牛肉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谢谢姑娘，对个豆皮儿。山上刚剁的笋，传说中的富卡食物。这东西饿的时候千万别吃，吃完容易给自己饿死。不吃香菜的同学请闭眼。来，我们尝一下熟的蔬菜。好吃，特别入味，口感糯的就像芋头一样，后味带有蔬菜本来的味道，特别棒。如果把香菜跟牛肉一起加起来，就变成自制香菜牛肉。各位听我说，辣度呢，作为辣王本王来讲，没有任何压力，我觉得好吃，特别的香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终于在成都吃到了牛蛙火锅。好了，我们今日消费491，六斤牛蛙，两份耗儿鱼，两份牛肉，其他的菜什么的才600，还可以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点一个蛋炒饭。